Holy shit！ 嘿啊，我是安恩，今天我们来玩凡恩。如果觉得片头呢，我们躲马路四八二站很帅，请用影片点个喜欢。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呢，也可以考虑订阅小铃铛。这一阵我们的对线对象是井哦，斗井的话呢，第一件装备我们就改成乌防鞋。那基本上呢，凡恩跟井单挑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主要说没有二技能跟被动的存在，换水非常的强，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躲草给压力。但由于这一场呢 ，Defend 的打野是奎伦，奎伦在大概10秒左右，一分二十三十秒呢就上四等了。那我们要尊敬 Defend 的打野呢，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跟你放换水，尽量保留我们的血量，安全的发育。而这一次呢 ，Defend 的辅助是章鱼克莱斯。克莱斯也是要稍微提防一下他的大招。我们注意到敌方奎伦在附近，也可以成功抢到这个飞鸟。我们就不要走太外面了，在安全的距离呢，稳定有农兵就好。我们让奎伦等一等呢，他等不到我们，应该会往中路移动。找到空档呢，丢敌方仅几个飞镖。有点可惜的是，我丢到好几下，竟然一下暴击都没有，而且我们带的还是暴击的奥义。我们身为是我们安全的血量 ，OK， 这是从蹲一蹲。敌方井的范克射击呢，它角度还是巧的相当不错的。那这边井空了一个翻滚哦，我们使用二技能了解大招，持续的攻击，丢了它大概七八九十下。可是呢，竟然一下暴击都没有。有没有人可以替我们解答呢？到底是我们运气太背，还是井的运气太好？那这边暂时有点逆风哦，我们先把上路兵先清掉，守一守上塔。而中路呢，就打了起来。但这边我们过去是来不及的，只会送水饺。那这边我们赶紧来把中路兵先洗掉哦。洗掉的话呢，至少可以保住我们的防御塔一段时间。没有兵线情况下呢，敌方是推不了防御塔的。那么尝试去救救我们的主卡，这边我们只是露个脸哦，没有过去打的意思。过去送水饺的话呢，是死定的。那这边我们队友挂了四个呢，敌方一个人都没死哦。这边呢，我们要尽量的发育哦，顺便把这些怪吃掉。这时候呢，我们不吃的话，也会被敌方反掉、哦。注意到这个莉莉安。莉莉安竟然还在打这个蓝，我们等蓝血量少一点的时候呢，是把莉莉安晕着。OK， 最后蓝与我们的金安抽下，这样子还是挺不错的。这边中路呢，我们的金安跟领地在最底方的井，我们现在洗掉这上路兵线，结果井呢莫名其妙获得一个双杀哦，哦原来是三连杀，看来呢这波逆风有点腻哦。但好消息呢，是我们的经济还不错，还是可以打出伤害的。那这边呢，在这种逆风局，凡恩这时候要做事情呢，就是尽量守住我们的防御塔。把兵线洗掉的话呢，敌方就推不进我们的防御塔。OK， 这边美娜勾的非常漂亮哦。我们先说到敌方的莉莉安，要注意敌方奎伦。我们要尽量输出呢，丢敌方的前排英雄。凡恩呢，谁都可以丢哦，不一定要丢后排。近年这地方的马罗斯，等他使用大招持续输出，救人头让给我们打野哦。我们身上有瞬移，这里有往前压，先收掉敌方的井。OK， 最后我们防御塔爆了，可是换两个人头呢，还是挺赚的。很快速把我们接下来怪洗掉哦，你越快洗掉呢，越会越快的重生。OK， 这边最要敌方奎伦在中。我们赶紧的把这上路兵先清一清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跟奎伦单挑还是可以打得赢哦。但是呢，奎伦应该不会过来跟我们单挑，可能会带一个中路或辅助什么的。那在逆风局呢，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奎伦这个英雄哦。如果没有人死掉的话呢，就会全部死掉。当然，我们要时常注意小地图。如果敌方全消失的话呢，我们就要谨慎一点了。而且呢，玩射手绝对不要去探草啊！我们会探草呢，也是因为有视野的关系。
这边注意到右下方马上打起来，那我们持续在最外围持续输出，这边抓到紧，先把紧收了，然后一样我再继续输出，反正输出很简单了，有技能的话就一直点技能，然后持续的普攻。那这边我们把敌方奎伦跟莉莉安呢打得非常惨，人头呢都由我们队友收下，这一波呢还算一个五换三还行，亏两个人头。复活战呢我们继续做我们事情，继续防守。这边呢虽然我只有两颗人头哦，而总比数呢是大幅落后，但我们的经济呢其实一点都不差，那是因为呢我们有好好的守防御塔，也吃了不少的兵线跟野怪。到这时候呢，我们的暴击终于起来了，打人真的终于会暴击了。你们注意一下状况，这边呢我们剩下高地塔，注意到敌方客人的蓝色影子。那这边客人开始大招往后拉，先加个瞬移持续输出，成功击杀敌方客人。你们觉得客人很脆皮，能不能往前去勾引一下马洛斯呢？再往后拉，就是你把他击杀，这边我获得两个人头，相当的赚。那一个小问题呢，是我们的上塔已经被拔掉了。那我们至少要守住下塔，这边有人在等他的兵线了。那幸好都没有雷电击了，来清一清兵，用不兵推塔的小兵尖，躲过鱼人的大招，持续输出把他控在防御塔内，再用我们云旋跟被动云旋，成功带走敌方鱼人，再往前输出，一兵料敌方的紧，这波敌方直接挂两个英雄，相当的赚。我们也争取到一些时间呢，可以好好的发育一下。这时候敌方奎伦呢不知所踪，那跟奎伦打的话呢有两个重点哦，第一是我们的血量不能太低，第二呢是不要被对套，进二技能直接运到敌方莉莉安把他带走。反而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二技能，它距离呢其实还蛮长的，而且呢是瞬间丢出去的指定晕眩，你走位再好呢都躲不过发你的晕眩了。可以把下路兵线清掉，这头注意到呢我们的伤害已经越来越高，而且呢我们有买一个斧头跟冰炮，当然是非常缓的。那这边先输出敌方的奎伦，直接把奎伦秒了，这样大招加速再持续的输出，这里我们顺利的获得三个助攻，获得一个连督助攻王的称号。买个轮毂剑，有轮毂剑之后呢我们切坦克也非常的痛哦，相信的敌方的坦克马洛斯跟克莱斯也不会想被我们切。等兵线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直接点掉了中塔，优先拆塔。能力封局呢，我们刚刚做的事情是稳住不要死，守好我们的塔。那打出优势之后呢，当然要赶紧拆塔。再是个飞鸟，飞鸟还有点失业。把三路的超级兵推掉。OK， 中路呢敌方欺负我们的主卡，那草丛蹲一蹲，看敌方会不会有人过来探草，你看来是没有，现在有点危险哦，后期的时候我们气得不要死掉。我们身上有瞬移，蹲蹲看有没有人过来防守这个兵线，结果来了一个克莱斯，丢他几下呢就往后拉。这边准备打架。那二技能遇到敌方警，丢他几下，敌方警残血了。这波团战呢，敌方警完全没输出就死了。敌方少输出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跟敌方们打。我们设定的是攻击血量绝对值最低，因此呢就顺利收掉了这个奎伦。他持续的走位输出，不停的普攻。最后敌方五个全面，那以上是凡恩的精彩操作，要怎么达成呢？很简单呢，举起你的左拇指跟右拇指，然后疯狂的点荧幕，疯狂点一顿之后呢，你就发觉敌方五个人死光光。这里面还有一个新鲜的兵线，应该是可以直接结束游戏。那这边我们优先推塔，记得打开补兵推塔键，就剩下这张珠宝赢了这游戏。以上的是在凡恩走边线的神的说，
喜欢影片的记得按赞、订阅小铃铛，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直播。那我是尚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